是不是觉得体力严重跟不上？我饿了，刚刚去吃饭。你们张哥进来了，张哥体魄不行。这边是要饭。必须可以。等一下，不要跳进我们门外面啊！等一下再跳到，不要跳进我们门啊！
回头再考啊，点回头考呗。一会儿给我打幺二零了。我看你。不然你又看一半就睡着了。我要往下看。还有半个小时，去看看。哎，我得睡呢。哦，丁老师这儿，不是你的。没事，你喝呗。丁老师飞的真是，吸管吸的不舒服，吸管还打俩嗝，吸进去全是空气。Hello， 晚上。Hello， 你们今天练的怎么样啊？我跟你说贼顶，今天我们练了三小时体能，然后练了一下午的那个新歌。哇，好爽呀、啊，体能。Hello，Hello， 张哥略胜一筹。今天跟我比，你们今天没有去看书吗？去书房？我们感觉没。你们没有去书房吗？你们回来去过书房吗？没有，太累了，开了，都准备睡觉了。真的，都准备睡了。开了没？张志远真的有点奇怪啊！你在哪个房？我们的。张志远在哪儿啊？张志远在范晓萱房间。他在我们那边。那边没有地方，我也在，我现在。好爽呀、啊！我跟你说，真的，我看了你们今天练的那个什么短道速滑吗？你这房间倒数？我这房间不是我房间啊。不是啊，不是之前那个酒店的房间吗？对对对。是吧？我看你们练一个短道速滑，感觉好快乐。我要去拿个东西了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什么短道速滑？那个群里面发的那个。哦，这个。啊，你不跟你媳妇一块练吗？回来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。张哥贼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张哥上眼劈叉。不是他说了吗？没强度啊。他说了没强度。可以可以，对张哥来说一点强度没有。大的体能量后面减少了，和舞蹈课混在一起上了体能。为什么呀？是强度太大了吗？可能时间赶不上了，可能的。今天上下六个小时吧。六个小时。六个
个小时，我不知道我反正我下午从1点钟开始上，我上到4点，然后晚上又上了3小时，上午还上了舞蹈课。我录取了的，其实。啥吗？没有，我去吓一下张志远，他刚刚奇怪。安哥，这个，对。你没洗澡吗？对呀，我准备洗澡，你给我打过来了。看一下你的腹肌呢。啊！这是能播的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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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再说吧，18号回来，我这会儿得去准备一些东西了。嗯，拜拜。嗯，明天还要再拍一些婚礼会，我都想直接明天拍完就回来，但奈何没办法。拜拜。拜拜。等你回来。拜拜。